很脏哎、欸，管理脏我洗过了、欸。你的砧板上面刀痕这么多，全部都细菌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办？你就要用这台 Thompson 紫外线三合一砧板刀具消毒机。这个砧板你以为很干净吗？我们现在就拿小型显微镜来实测看看。你看看这上面的这些东西，就是细菌啊，还有一些脏东西。如果啊你不消毒的话，这些细菌通通都会进到你的肚子里。这台消毒机除菌、烘干、收纳，一次搞定。每次只要切完食物，把刀具跟砧板洗干净放进去，按下自动循环，机器就会帮你消毒烘干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独立的烘干或消毒也没有问题。这台消毒机长31公分，厚13公分，高39公分，最少可以放得下5把刀，还有筷子跟汤匙，连砧板都放得下。底部还有4颗吸盘，可以避免在使用时造成滑动，非常的稳固安全。你还在用这种木头的收纳架吗？为了家人健康着想，强力推荐你这台 Thompson 三合一紫外线刀具砧板消毒机，消毒、烘干、收纳一次搞定。如果家里空间真的比较小，那你可以购买这台 Kinyo 紫外线刀具除菌机。更多的居家商品都在486团购，赶快上去逛逛。最近好吃好玩只有在486团购。